不知未来何时才能再相见。北韩冰球选手离开南韩时哭红眼。南北韩女子冰球联队经历三周的相处，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因此，当北韩选手收拾行囊准备返家时，南韩选手皆到场为他们送行。许多北韩选手忍不住流下泪水，和南韩选手相拥而泣，直到上车后双方仍依依不舍，满脸泪水。尽管北韩在本届冬奥并未夺下任何奖牌，但在国际外交上却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除了女子冰球联队之外，北韩花式滑冰金童玉女连泰玉和金主直赛前被捕捉到与南韩选手一起拍照合影，赛后也与各国好手玩成一片，并一同准备最后登场的群星表演节目。